比赛开始。出水之后，应该是于一婷处在领先的位置。于一婷，我刚才介绍过，在这个项目当中，她的绝对实力还是应该领先其他选手的。在蝶泳也是她的优势泳姿。在前五十米，于一婷冲得很猛，领先了一个身位，26秒62。韩国选手处在第二，叶诗文处在第三。进入到仰泳，叶诗文应该是在第三，于一婷还是领先半个身位。仰泳之后进入到蛙泳，叶诗文的优势泳姿就会出现。看一下于一婷转入到蛙泳之后率先转身，韩国选手追得很紧，0.5秒的差距，叶诗文还处在第三，于一婷还是一马当先，在蛙泳阶段甩开了韩国选手的追击。于婷现在第一，韩国选手第二，叶诗文第三，马上要转身进入到自由泳阶段，最后一个50米，于婷率先转身，1分36秒72，韩国选手落后1.69秒。于婷现在还是处在领先，叶诗文追上来了，于婷稳步的向冠军迈进。于婷，叶诗文看一下能不能超越最后的韩国选手，于婷看可能要触摸到赛会记录，于婷打破赛会记录，非常漂亮，于婷冠军，叶诗文拿到了亚军金牌。18岁的于婷